千万人，无人比你搁较好。情路上起起落落，只有你照顾。迄个消息是假的吼？我唔知啊，你讲我阿爸哦，说假话啦，我都唔是甲天照胆，我哪有可能卖这假的消息给董事长啊？哼，你知啊？我要安怎处罚你无哈？我唔知呢，不，董事长啊，只要你卖台湾哦，你爱我做啥我拢愿意啦。哦，啊，迄个，这十万块行李。钱还我，就会当准拄煞，都无代志也是无可能啦。你知影我是啥物人无？董事长啊，我是宋兰的老母，嘛是村里的老母。啊，你唔像阮永伯。爹咪，回去甲恁老爸讲，叫伊若好胆的时候来见我。你送便当给我吃，哦，还足青草的呢。送什么便当啦？我是警告你哦，今日我心情不好，你莫来了。对啊，哎。你害啥？我早给你的一千啊。嗯，那一千块是你给我，我是安怎大害你？哎，这个你袂欠钱啦，我的钱提出倒来说袂用啊。啊，你给我就是我的啊嘛。哎，老查某。无啊，到底是要行还是袂行？你敢知啊？迄一千块，我听我冻两礼拜。好，我看你是讨袂起。你今日若无将钱摕出来，我踢甲你尻川开花、我就是唔害。我看哦，你真正是唔知影死活是。好啦，我害你啦，我害你啦。真正差不多。我的一千块，安怎？你不是要失踪，哪会阁袂走？经理，我想要见三叔公一面，敢会用？你想要见？迄嘛爱看三叔公，有要见你无？会啦。一定愿意见我，因为我是唯一后生。不好意思，你还袂要紧。三叔公见你是要创啥？气死伊家己是。算我拜托你好。免拜啦，拜
拜一百年嘛无效啦，物件揢揢啦，去甲杜秋明的便所摒清去。啥？杜秋明？那是查某的便所呢？你叫我一个查某人去摒？安怎？嫌少是无？那安尼啊，人家秋明的便所嘛顺顺，搁徛在遮是要创啥？紧去啦！那个死老狗吼，竟然覕到这个时阵，还阁不敢来见我。董事长，你就莫甲伊客气啦，归去你直接去公司找伊啦。林教授，我凭什么就爱去找伊啊？方兄，你甲我想看嘛，想看有啥物办法，逼伊出来见我。董事长，我方兄。你去外口放风声，上盖好报纸啦、杂志啦，拢甲刊刊出来。董事长，是要放什么风声？我要让大家知影，伊尤阿万玲是一个卑鄙的少年，伊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抢票，伊赢了无光彩，伊根本就无迄个资格好做企业家，伊干了欺负查某人。董事长，安尼就唔好啦。是你董事长，我董事长。我叫你去办的代志，你就去办啦。是。竟然将我写到哈尼啊歹听，这个查某，什么下流手段都做会出来。三叔公啊，即卖公司甲你的名声拢受到影响，你有啥物打算？阿勇啊，伫个老尾顶七巷啊，叫来见我。是。素兰，你去叫阿勇，甲伊讲三叔公要见。哪位啊？我知道你这么心肝来，真想要对阿勇啊假死，这我并无反对。也不过嘛，小可有斟酌一下。你叫阿勇踮咧楼尾顶半空中，踮咧哭哭喊，这无理，万一个杀死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三叔公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只是哦，爱心不如死。你哦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我知我唔对啊！你一定要救我，我若无安尼继续落去，我会让丽惠病死啦！什么嘞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受淡薄委屈都挡袂牢，见笑死，别个，爸，你救我，我无承认我是你老爸。你即马是踮伫丽惠下骹手做工课，所以万项代志拢爱听丽惠阿爷，有听着无？有啦。你免笑一个，我以后会让你讲；啊，免笑一个，我以后会让你钱。你若是家己要好好啊过日子，靠你家己去打拼，有听着无？有听着。你去见过你偏叔啊？是啦，我已经见过阿母啊。点去？林贤淑从来毋捌甲你约过，伊无资格做你老母。对啦对啦，伊无资格啦。阿母甲我讲，就是要见。坐啊。妹，有啥物代志，大家紧讲讲咧。我无咧时间踮遮甲你搬弄。有啊，万年。收袂到呢，啊！你安食到这啰岁数啊，迄死人性还阁唔改啊，甲以前同款，遐尔啊固执啊！你无需要甲我讲以前的代志，咱两个人早就已经无牵连啦。我今仔日才是要甲你警告，
以后莫在外面放风声，来侮辱我的人格。尤阿万年，这摆是你用少年的暴走呢，所以我才用这种手段吼逼你出来。少年的暴走，我你是讲对啊唔对？那不是你先利用阿勇，走去我的公司，偷摕阮公司的秘密文件，所以我才将计就计，为去买到计证。真若要讲起来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尤阿万年，你实在吼，我感觉你足见笑的，做人足失败的啦。这么饲二十多年的囝，会反背你？啊！你到这时阵还阁唔知好检讨，哦，迄我若是你哦，涂骹有脚，我就蹬落去啦。林贤秀，你无需要六月挂在你计有心。当当年若是你反背我，做着对不起我的代志，那阿勇也袂变成一个歹囝。迄是你含门嫁囝，莫怪我遮来。那讲起吼，你应该死好啦。当初我就讲吼，无需要吼收养恁大兄的囝，啊，你都唔肯听我的话，所以你今仔吼才会落到这种地步啦。林贤秀，我过去就是太过伤心，事事行行拢听你，再让你有机会踮伫外面讨客兄，害我面子尽扫落地，惨就变一种无情无义的查某。永远都袂原谅你。林贤秀，我过去就是太过伤心的，事事行行拢听你。再让你有机会踮伫外面讨客兄，害我面子尽扫落地。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查某，我一世人永远都袂原谅你。拜托你讲话较客气哦，那是你耳空轻的哈。别人甲你塞弄的话，你听到耳眼咔咔咔。我安怎甲你解释？你一句话都听袂，你皮毛大要紧。你我离开，我世界人讲。放假放假，你安尼懊悔吗？你白白无甲我理解哦，你等到死灰，你到底还有良心啊无？林贤秀，踮伫外口甲查甫人，连查某囝素兰都生出来啊！你又敢讲我等到死灰？对，素兰是我生的，还不过这个一切，拢是你造成的。你若无把我赶出门，把我逼到走投无路，我就袂去当着素兰因老爸啦。你家的查甫早就去偷来暗器，你唔通当着我，我唔知影。是啥物人甲你讲，阮早就偷来暗器？你敢有亲目睭看到？你敢有掠奸在床？你凭啥物安尼侮辱我的人格啊？是阮早亲目睭看到。你是要辩解？果然无错，真是予我摇到。我早就料到讲这个查某，拢是伊在讲白菜，拢是伊在塞弄的啦。人你讲无风不起浪，假使当当年若不是你来反背我，最对不起我的代志。你是安怎跟阮舅讲你的歹话？报应，真正是报应啦！尤阿万年，你何你那数利用二十多年，到这时阵你还阁唔知，你实在有影真正天下最上可怜的人啦！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何你家己详细想看嘛？当初，咱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才会起冤家，那是因为你坚持无要收养阿勇啊！这都无用，当
当初我足生气的，回去外家的时阵，你阁叫婉珠来警告我，讲你甘愿离婚，你嘛要收养阿玉啊，对不对？我并无安尼讲，当当时我是叫婉珠去考教，叫你回来照顾春明甲阿玉。谁知影婉珠拄着个甲讲？伊亲目睭看到你甲查甫人踮伫外面大斗阵，有啊万年，你真正是老十头呢。敢讲这二十几年来，你阿嫂甲你讲白菜是为着什么？你也唔知信。伊是因为惊伊讲我坚持不爱收养阿勇啊，所以咧讲白菜话，甲你塞弄，才会让你甲我逼出你油价啦。阮就啊，啥惊伊讲你坚持无要使用阿玉啊？因为我早就看出讲伊的野心，伊认为讲恁老爸所分的财产无公平，所以伊要利用阿玉啊，霸占恁老爸留予你的财产。和你讲，我这种猜测是不是有道理？过去迄种财产分袂平，见笑代志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这。你无爱讲，我袂用无讲的啦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伫咧外口是受偌济拖磨，这种痛苦，你敢袂知影？我绝对爱你付出代价，唔是讲你讲一句准煞就准煞，我嘛袂当天机公。我对你的报复啦！就算讲你报复了后，你最后会当得到什么？我要让你知影，二十年前，一个无依无靠、孤苦伶仃的查某人，伊受尽偌济拖磨，这种的痛苦，我爱你拢全部还我。我嘛要让你亲身滋味，什么叫做痛苦有万年？既然你讲到这么绝情，咱也无啥物话通好搁讲。我最后要苦讲你一句话，希望你会当觉悟。你安尼害人，害来害去，最后是害到你家己。你。就专工歪去捡纸箱啊！我要看清楚到底是甚物人，逐工送便当来给我吃。天家的哦，哪有这好康的代志？是讲到尾十二点啊，咱拢还无看到人影。你一件代志，你上好是老老实实甲我讲出来。你是要问我什么代志啊？当当年，你是不是去警告贤淑，叫伊不准回来，佮讲我要甲伊离婚？这才久的代志啊，我哪会佮会记的啦？你上好是莫甲我哩垫钱。林贤淑已经将所有嘅代志拢讲予我知影，假使讲你若想要佮继续温磨落去。我就不原谅你。
是啊，阿静啊，你跟现实话见过面哦。我问你，你当当时有亲目睭看到现实上个查某人偷来暗器无？这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安尼真好，你即马跟我斗阵来去找现实，大家当面解释哦清楚。变啦，迄恁阿妈无代志，我才不爱去。当年是不是因为你讲白贼做妖言搬弄是非，所以你这么才不敢去面对现实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阿两慢慢冒胖，你最好是老老实实跟我讲，也若无等我若是调查出来，我都袂招下你。阿姐啊，当时我会安尼做，其实是我的苦衷。你有什么苦衷？你讲。当时，就是贤叔啊，唔肯收养阿勇啊。伊阿兄佫过身，我一个查某人，要顾两个囡仔，敢要简单了？我是惊贤叔若转来，一定会苦待阮阿勇啊。果不其然，我唔再用这个计策，佮伊骗讲你要佮伊离婚，强迫伊离开你的身躯边。来，我再问你，当年你为什么要讲白贼？讲伊在你外面偷鸡兄？我哪有讲白贼？你想看嘛，伊当年离家出走，还未跟你正式离婚，伊身边都有查甫人，我讲伊偷鸡兄，安尼敢有唔对性？我头我